三口啊，怎么办啊？他那时候刚进棚录影的时候就被刷掉了。你几强？你讲一下快点。还是有50次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呢，我们其实，我们以前有吵架啊？要哭了吗？我们有阵子是那个几乎没有再联络，大概持续一年这样子，但是。血缘嘛，还是总是要那个，对，还是要联系一下感情。然后我们以前也会一起在家里弹弹唱唱啊，或者是什么的。然后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，他那个很会打猎。他是现在五峰应该准，就是准确度应该还在前五名吧？有吗？准不准是枪的问题啦。哦，是吗？好，我爸爸跟弟弟都是猎人这样子，他们的兴趣呢，就是上山打猎啊，河边射鱼啊之类的。好啦，你有什么话想对姐姐说的吗？容易可以。好，我们谢谢雅布，谢谢雅布。姐姐，我本来想要她，但是因为她在上班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以前，我们家以前没有网路，就是有网路啦，但是那时候电脑还是拨接的时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会偷偷去爸爸的公司去偷用他的电脑，但是经过爸爸的许可，这样，因为那边网路比较顺，然后有一次我跟姐姐就跟人家借了一把，就是一台钢琴，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录音，录这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好想你》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泰雅族的话，叫做“所要米苏瓦赖”，就是我很喜欢你的意思，这样。好，就带来这一首歌。这首歌词呢是姐姐做的，可能她那时候有喜欢谁，我不知道，现在也不好说。好，那我们就带来这首歌。So yummy, so alive 你在哪里？我被失过的心一直在这里。我好想你。
会想你。